像我们这样子走出去哈，人家那个小孩子看到，就会跟妈妈讲，妈妈那个人是怎么样？病名是叫做僵直性脊髓炎，因为你发炎了以后，那个病菌就把你那个软骨钙化掉，他就这样跟他相处了40几年。那时候也患了忧郁症啊，就走不出来，就也住在家里啊。师姐早。但是现在就开朗了，反正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，就是病痛折磨我而已，对不对？看他要这样，我也没办法，接受他就好了。你看别人的命比我们还差的，那我们现在算是很好了。直到来到这边了，才知道哦，我有这么幸福，真的。大家好，早安，又是快乐的一天了，也是很好的一天。今天要整鸟到慈溪去，这些都是我的成员，家庭的一份子。那我爱你，醒来一天就赚到一天了。人生就是最怕没目标了，你有一个依靠啊，你生活就会比较精彩一点。